就是不会做人。每次我想做好的时候，恶就来了。每一次我想往上升，就有东西把我往下沉。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一根针，一条线，把我重新缝起来。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破烂的东西，包括我也是破的。我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犯了冲的人。谁把我重新缝起来？我也是破的。我不知道是我把这个世界撕破的，还是这个世界把我给撕破的。我只知道我需要一只手把我缝起来，但是无论是谁把我缝起来，我仍旧是破的。是无论是谁把我缝起来，我仍旧是破的。
见。